的话就喜欢嘛，它就只是一个素圈啊，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素圈，然后主播戴手上了，因为喜欢也没代表啥，就喜欢的好多东西它都是就纯属是因为喜欢，也不代表什么。几点下班？主播这一边的话是差不多几点呀、啊？直播结束就下班了吧，6:30吧。现在5:50啊，开了20分钟，然后咱们再开个40分钟直播就差不多。但是反光反的好厉害，反光反的太厉害了。买车不送主播，座椅都放平看看空间。座椅都放平看看空间，这空间你们不是经常看吗？这空间你们不是经常看吗？不行，我这裙子穿得太短了。可以了啊，现在大家看吧，这空间好像有一点点反光是吧？这反光要怎么办呢？要不要调个角度？我们就去后排那里看吧，那里反光可能反的没有那么厉害，这里反光反的太厉害了，我看不到屏幕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见，反正我是看不见。不会，不反光是吧？那就这样看吧，这整个的一个空间现在你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空间看得很清楚，因为空间比较的大啊，空间比较大，所以说咱们拉货物或者是说在上面躺着睡觉自驾游的时候，这车其实蛮方便的。大家帮忙点点赞啊，帮主播点点赞，每个人点10下就可以了，每个人点10下啊，每个人给主播点10下的赞好不好？